好哎，对，耶，好刺激啊！一定要再玩，就是啊，很好玩，太棒了！哎，下次再玩好不好？对啊，好，好了，听着，下一个步骤的训练呢，是学习整理你们的降落伞。到目前为止，每次你们跳伞都相信背包装得很好，你们的生命全靠它了。说明书会教你们怎么做，他已经有千百位跳伞者用过了，包括我在内。如果各位按部就班去做的话，就万事妥当。如果有丝毫差错，可能就会赔上性命哦。我现在去看看那些学生，你们慢慢的做，读上面的指示，按部就班去做，知道吗？等你们做好了，我会来检查的。好，谢谢。都看过几百遍了，这点小事有什么难的？好累啊，总算弄好了。哎呀，各位，我们现在再跳一次，飞机好了，带你们的伞，我们走吧。啊。